嘉诚，2021年10月13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全全。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谧共生的地球家园，并宣布成立15亿元人民币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2号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身份出席20国集团阿富汗问题领导人特别峰会，呼吁各方帮助阿富汗来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共同支持联合国发挥协调作用。伊朗军方从12号开始在中部进行为期2天的大型联合防空军演，演习覆盖伊朗的一半领土，目的是加强对伊朗空中边界和敏感地点的保护。伊朗在军演当中发射新型自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成功歼灭假想敌。今年继18号台风圆规，预计将会在13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12号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随着圆规靠近，海南、浙江、福建多地进入全力迎战台风模式。山西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至今已经造成15人死亡，另外有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亿。目前部分受灾地区已经开始清理积水淤泥，并对重点区域进行消沙作业，煤矿也基本恢复生产。各位早，今天头条我们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是以视频的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他宣布成立15亿元人民币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体作为主题，并将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身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习近平说，新冠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的阴影，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支持。他提出4点倡议，包括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绿色转型作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他并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习近平也谈到，中国生态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早前云南大象北上以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他也指，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同时为了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习近平也说，中国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规划建设大型的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发言最后，他引用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强调各国要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地球。凤凰卫视胡林晨奇云南昆明报道。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12号在中国昆明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峰会并致辞。韩正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当前，我们正处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的关键时期，我们有责任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不断增强生态系统的韧性，守护好我们唯一的地球家园。期待各方在这次大会上以最大的政治决心，积极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巨大挑战，共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韩正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采取更加务实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承担与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做出应有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全体会议12号下午正式开启，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世卫组织等多国代表就生物多样性议题进行讨论。在一部关于大象北迁的介绍短片后，此次高级别会议的部长级全体会议正式开启。会议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议题，进行了生态文明对食品、健康、就业、贸易和教育意味着什么，金融业调整与生态文明能力建设，促进生物多样性、气候、陆地和海洋的协同行动三个分议题的主题进行了讨论。会议采用线上视频与线下发言结合的形式进行。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发言中表示，此次高级别会议旨在提升政治共识。我也呼吁和倡议参加高级别会议的与会代表继续秉持坚定的政治意愿，提振雄心，持续保持较高的政治推动力，助力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携手共建生态文明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现场多位嘉宾在发言中谈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加强多边合作，加强对资源的调动，使用导引、补贴的方式，使全球不同地区共同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平台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有1/4的陆地表面被人类严重改变，而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在过去的50年间下降了68%，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已经到了必须进行变革的时候，而谈判是目前唯一可能达成共识的机会。It brought into sharp focus the need for urgent action.For the health and equity of all people, together with concerted efforts to halt climate change, land degradation, and biodiversity loss. 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到生物、教育、科技、经济、粮食安全等诸多领域，需要以全政府的方式调动集体的力量去开展工作，包括促进经济的变革、金融体系的转型、达成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而提升组织意愿成为行动的前提。To do all this, we are going to require political will and the resources and capacity to deliver. To succeed, we will have to be brave enough to address vested interests and other barriers to action. To flourish, we'll have to show real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on national.And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COP15 is our chance to shift our course. Together with COP26 on climate, it is our chance to agree on a pathway to the world we want. 凤凰卫视记者申小磊、侯友运，云南昆明报道。为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12号在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时候透露，世界银行正在讨论利用国际开发协会的增资，加强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恢复生态系统，促进可持续发展。
世界银行在 COP15 开幕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生态系统的崩溃可能导致2030年全球 GDP 每年下降2.7万亿美元，低收入国家每年可能损失 GDP 的10%。世行行长马尔帕斯12号在出席 COP15 高级别会议时透露，世行正在讨论在国际开发协会的补充资金下，加强对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所导致的不利影响。Many of our investments in biodiversity benefit the poorest countries, which are least equipped to protect it. That's why nature-based solutions ar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our new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and that's why we're discussing with shareholders under the IDA 20 replenishment ways to step up support to address biodiversity loss and its detrimental impact.On the poores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eople.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紧密相连。在 COP15 之后，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也将于11月在英国召开。公约执行秘书艾斯皮诺萨在发言中指，各国应采取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综合行动，而最新的研究也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两个目标联系起来，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制定了具体的量化目标。Our analysis of NDCs in 2016 indicates about 60% of countries identified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as an adaptation priority. In the new and updated NDCs received in 2020 and 2021, this number was about 75%. This gives it a level of priority comparable to agriculture, health, and water resources. 凤凰卫视李小文、侯友韵，云南昆明报道。好，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身处凤凰昆明直播室的特派记者申小磊来了解一下。小磊你好，大会今天有什么样的议程安排？全全你好。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呢，已经是会程过半。那么今天将进入到高级别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内容包括部长级圆桌会议的第二部分和部长级全体会议的闭幕式和高级别会议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部长级圆桌会议今天的议程中呢，是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知识创新和会议分享两个主题的内容。从环节上来看呢，包括主持发言、引导性发言和部长级代表发言和小结。那么到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呢，将会举行部长级全体会议的闭幕式，由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埃及环境部、法国生态转型部、土耳其农业与林业部、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的部长们呢，将会对过去两天来的圆桌讨论情况进行报告。那么通过本次大会的阶段性成果昆明宣言，亚洲区、亚太区、中东欧区、欧盟区等代表呢，将会依次进行发言，之后呢，由黄润秋部长进行闭幕致辞，部长级的全体会议就正式闭幕了。那么在今天晚上7点呢，将会在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执行秘书穆雷马女士、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明和云南省副省长王显刚呢，会出席发布会，就媒体关心的问题呢进行回答。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即将在今天发布的昆明宣言，昆明宣言呢是将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响应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号召，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昆明宣言也是本次会议预期达成的三个主要成果之一，另外两个呢是发布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倡议和未来十年生物多样性的规划蓝图。昆明宣言将是第一阶段会议的主要成果，该宣言说明各方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那么具体会议现场的情况将随后带给大家。全全。好的，谢谢小磊。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晨早点评。相关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邱先生早。早。邱先生，我们看到现在昆明宣言即将发表，您对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所做的工作有什么样的观察？对，昨天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在这里已经评论过了，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啊。它从学理上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遗传多样性，一个是物种的多样性，这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物种，其实第三个还有生态的多样性。生态的多样性呢，它当然还包括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嘛，就是我说的。那么现在人类的很多的这个危机，包括最近的能源危机啊，
粮食安全危机啊，包括海洋危机啊，那气候危机更不用说了，其实坦率地讲都属于生态多样性的里面的一种。那么这个包罗万象，但这需要这跨国之间的这种行动。跨国之间的行动，首先前提是第一个，每个国家的政府要强有力啊。那所以中国呢，在这方面天然的得到了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中国本身物种的多样性或者生物的多样性就比较多元化，中国地大物博嘛，那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又有山又有海，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本身是具备生物多样性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呢有强有力的政府的执行力，我觉得这是两个天然条件。第三个呢，这个当然如果再加上呢，中国这几年发展很快，这个一方面在这个改变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所以呢，中国也有经济实力啊，这个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既有影响力，又有政府的内部的一个掌控力，同时又有经济实力。那么所以从这一次情况来看呢，不但是会议在昆明召开，而且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而且还拿出了15亿元人民币的一个基金，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全球来在这个生物多样性方面能够取得一个完善的一个突破。同时呢，我想中国还会利用它的影响力进行协调，希望在这一届昆明宣言、昆明时刻之后，是在中国担任主席国的这几年、这一年时间里面呢，这个中国能够我们也相信中国能够为人类的这个可以说是关乎我们未来所有子孙万代先不说吧，关乎我们未来长期生存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好，谢谢邱先生点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有环球聚焦，稍后见。欢迎回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2号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在北京出席了20国集团阿富汗问题领导人特别峰会，呼吁各方呢帮助阿富汗来应对人道危机，要和阿富汗各方接触，鼓励并且引导阿富汗最终组建一个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王毅表示，当前的阿富汗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呼吁20国集团发挥优势，在尊重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阿富汗和平稳定做出贡献。阿富汗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在此说明，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不同文明相互包容互鉴，才是国与国相处的正道。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动辄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附属军事干预，只会带来持续的动荡和贫困，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中方提出4点建议，王毅说，进入冬季之后，阿富汗民众的生计将更加雪上加霜，呼吁各方坚持民生为本，帮助阿富汗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共同支持联合国发挥协调作用。阿富汗当前困局始作俑者的国家，更应该汲取教训，切实承担责任，防止阿富汗出现人道危机和难民潮，避免给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新的冲击。王毅说，各方要兼顾当前和长远，推动阿富汗走上开放包容发展道路，呼吁仍然在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的国家要尽快解除，国际金融机构也要对阿富汗减贫、基础设施等项目加大资金支持。国际社会应当从理性务实角度出发，同阿富汗各方开展对话接触，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鼓励并引导阿富汗最终组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实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王毅呼吁各方以零容忍的态度确保阿富汗远离恐怖主义，呼吁各方广泛凝聚共识，促进各类涉及阿富汗的机制形成合力。 G20 要立足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的经济定位，重点从人道主义援助和和平重建等经济视角凝聚智慧，推动合作。
王毅表示，阿富汗虽然是站到了兴衰的十字路口，但是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尚未解决，局部冲突和恐怖活动依然存在，民生经济问题尤其突出，要实现真正的和平稳定依然是任重道远。凤凰卫视霍伟伟、王磊北京报道。由意大利主持的二十国集团阿富汗问题领导人特别峰会12号在线上举行，就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当地不断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继续打击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进行磋商。白宫表示这次峰会富有成果。自8月15日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当地除了经济几乎崩溃，还面临干旱以及严重的贫困威胁。由意大利主导的二十国集团阿富汗领导人特别峰会12号通过视像的方式举行。白宫表示，二十国领导人讨论了在阿富汗持久的反恐努力，包括应对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分支的威胁，同时确保外国人以及符合条件的阿富汗人安全通行。美国近期宣布了对阿富汗提供64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使今年美国对当地的援助总额达到了3.3亿美元。白宫当天呼吁其他国家也加大对阿富汗的援助。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single largest humanitarian donor in Afghanistan, providing nearly $330 million this year alon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steps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Afghan people and call on other donors to step up their contributions to help deliver critical assistance. 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出席会议，中方则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对此白宫表示，这次峰会仍然富有成效。 It was a meeting organized by the Italians, so I would certainly point you to them for confirmation of who may or may not have attended.But I would note that it is still fruitful, of course, to have an opportunity, or this is how the president views it, to discuss efforts to work together on counterterrorism.虽然白宫强调美国是对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金额最高的国家，但当天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军在8月空袭误杀了10名阿富汗平民后，尽管五角大楼罕见道歉并且表示会提供赔偿，但至今这些遇难者家属并未收到美国的赔偿。白宫对此表示无可奉告。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在阿富汗巴米扬省，一名资深女记者兼新闻主播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那这名女记者表示呢，塔利班的到来不仅让阿富汗回到了20年前，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我们来看特派记者从巴米扬现场发回的报道。به نام یاد خدا سلام بیننده ها و شنونده های عزیز به سرویس خبری این ساعت با من نرگس امینی از رادیو و تلویزیون ملی بامیان خوش آمدید。就在记者深入阿富汗巴米扬省探访期间，我们采访到了巴米扬当地一名前资深女记者。这名女记者名叫阿米尼，今年29岁，曾在巴米扬省电视台工作。平时除了承担大量的时政新闻采访工作外，同时也负责电视台时政新闻节目的主持工作，期间还兼任巴米扬省记者工会助理。当记者来到她位于巴米扬市的家里时，发现他家住在一个和另一家租客共同平摊的一个小院里。他向记者讲述了塔利班到来之前工作的种种经历，并用一种自信的语气告诉记者，他曾经可是当地一名非常活跃的女性。نرگس امینی هستم، یک تن از بانوان در ولایت بامیان، دو نفر در یک فامیل زندگی میکنم، من هستم و شوهر. خانه‌ای که شما آمدین دیدین کاملا یک خانه کرایه است، با وجودی که ما دو سال میشه ازدواج کردیم هیچ گونه نتونستیم خانه داشته باشیم، با وجودی که اقتصاد ضعیف بود ولی کوشش میکردیم مردوی ما که به نحوی در اقتصاد فامیل ما در رشد فامیل نقش داشته باشیم. و من یکی از بانوانی هستم که طی 3 سال میشه در رسانه های بامیان کار کردم، با رادیوهای محلی بامیان تیوی و همچنین رادیو تلویزیون ملی یا RTA، و در حال حاضر هم منشی اتحادیه ملی ژورنالیستان در بامیان هستم. 阿米尼还向记者讲述到，就在塔利班到来之前，他可以自由参加当地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可以自由外出采访拍摄，还可以上镜和做新闻主持。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所以他说他现在活得很累，每天六神无主，感觉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希望，也没有了盼头。
تفاوت خیلی زیاد از قبل از این که حکومت امارات اسلامی در افغانستان بیاید و حاکمیت بکنن قبل از این من در برنامه های مختلف میتونستم شرکت بکنم به عنوان یک دختر خانم خبرنگار میتونستم در مجلس های بزرگ کلان برم و برنامه ها را کاور بکنم به تنهایی در جمعیتی از مردان اما در حال حاضر بعد از این که طالبان آمده و افغانستان را گرفتن ما طی 45 روز از همون تاریخ که حساب بکنیم 40-45 روز میشه که من خانه هستم وقتی پیش خود ارزیابی میکنم من شاید تقریبا شاید 50% روی روان ما تاثیر داشته باشم 作为巴米扬省记者工会助理，阿米尼还进一步向记者讲述塔利班到来之前，女性在巴米扬省乃至阿富汗的工作环境。她表示，在过去几年里，有很多当地女性投身到记者或媒体行业工作，即便薪资不高，但官方的每一场新闻发布会都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记者忙碌的身影。而现在，这些女记者因为害怕而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岗位，甚至现在都不敢再主动出来找工作。البته اگر نظر ما بگویم بسیار نگران کننده است ما حضور بانوان را در طی چند سال اخیر در ولایت بامیان بسیار زیاد خوب داشتیم با وجودی که بانوان خبرنگار اصلا دستمزد را نمی گرفتن معاش مشخص نمی گرفتن اکثریت با ما علاقه و انگیزه که داشتن می آمدن در رسانه ها کار میکردن فونگ هاوی شی تو پای افغان جیجر جان تین فنگ بامیان采访报道伊朗军方从12号开始在中部进行为期两天的大型联合防空军演，目的是加强对伊朗空中边界和敏感地点的保护。那这次军演当中呢，伊朗是发射了新型的自制中远程弹道导弹，导弹成功歼灭假想敌。据伊朗国际电视台报道，伊朗当天开始在中部地区进行了代号为“捍卫神圣天空1400”的军事演习，演习覆盖伊朗的一半领土。军演由伊朗革命卫队和正规军防空部队参与演习。演习期间，不仅进行最新的战术演练，还对国产防空导弹系统、雷达、侦察设备、电子战设备、通信系统等进行了测试。این هشدار به دشمنان خودمون می‌دهیم که اونها هم دارن ما رو رصد می‌کنن بدانند که قدرت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الحمدلله رب العالمین در منطقه و در دنیا به حدی رسیده است که می‌تواند با هر حرکتی در آسمان برخورد بکند 演习第一阶段通过雷达系统跟踪目标注重作战部队的机动性和快速反应此外在国防系统指挥和控制中心以及国家综合防空网络之间建立了安全的多层次通信链接以便在遇到威胁时采取适当的决策演习期间还发射中低以及远程导弹歼灭假想敌此外还将演习心理战电子战和信息战اهدافی که به منطقه وارد شدند با اولین شلیک ها توسط زامانه ها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ند دلیل این امر هم اینه که امروز نیروی هوافضای ما که ملاحظه کردیم اینجا به سامانه های بسیار مدرن و پیشرفته در لبه های فناوری فرماندهی کنترل ارتباطات و اطلاعات جهانی دست پیدا کرده 军方强调演习是向敌人发出信号警告他们不要对伊朗进行任何侵略此次演习军方还将提高各部门保卫领空的协调能力全面防御国家的敏感地点形成安全的防空层伊朗武装部队每年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以提高防御能力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克兰报道好，来看到网页上的消息，继续关注到伊朗方面。伊朗官方媒体指，情报机构在南部的布什尔省拘捕了10人，他们涉嫌为外国的情报机构做间谍。但是报道就没有提到是哪些国家，只是说呢，这10个人是为区内国家工作，而这些区内国家情报部门充当了敌对国家，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帮凶和代理人。伊朗在今年7月的时候也曾经拘捕多人，说他们所属的组织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有联系。好，休息一下，回来我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稍后见。欢迎回来。
今年第18号台风圆规，截止到清晨5点，位于南海洋面，距离海南万宁偏东大约350公里，最大风力12级，预料以时速30公里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有所增加。中央气象台12号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随着圆规靠近，海南、浙江、福建多地进入了全力迎战台风模式。今年第18号台风圆规，截至13号凌晨，位于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它将向偏西方向移动，于13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文昌到三亚一带沿海登陆。海南省12号发布台风2级预警，海南省气象局同时发布暴雨3级预警，琼州海峡停航，渔船回港避风。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13号全线停运，海口、三亚、琼海等地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停课。受圆规影响，浙江台州沿海海面刮起8到10级大风，渔业部门要求全市渔船回港避风或进入安全水域。大风也给海上交通带来影响，台州有7条沿海客渡航线停航。在福建连江县黄岐后沙海边，海面上掀起高达4-5米的巨浪，涌向岸边，扑打在沙滩和岩石上，泛起巨大的白幕。在其背面的渔港内，停满了几百艘大大小小的渔船，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获，加固锚绳。当地并关闭全县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确保广大游客生命安全。在福建泉州渔人码头，沿海风力依旧在持续加强，港内停泊了许多渔船，工作人员加强对码头的排查巡查，劝离渔船上的滞留人员。为有效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泉州海警局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深入辖区海域码头开展巡查，协助养殖户和渔民对鱼排、船只进行加固，排除安全隐患。另外，位于台商区的月亮湾景区已经暂时封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受到圆规影响呢，香港目前也正悬挂着8号的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香港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人在尖沙咀天星码头的记者陈其曼来了解一下。其曼你好。晨晨早安。其曼，你现在所在的码头现场情况如何？风雨大吗？另外，现在香港的市面和交通情况如何？好的，晨晨，现在圆规呢已经是进入了距离香港400公里的范围，我刚刚看过时速，现在已经是达到57公里了。那刚刚呢，香港天文台在今天早上刚过6点的时候也已经宣布呢，圆规已经升级为台风了。那么现在呢，8号的烈风或暴风信号，也就是俗称的8号风球呢，是仍然在生效中的。根据天文台的最新消息呢，预计会在中午之前维持。那现场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维港的海面呢，是并不是很平静的，但是现场的雨势呢却并不是很大，现在呢还在下着是毛毛雨而已。而目前呢，香港天文台也并没有发出任何的暴雨警告信号，但是呢，由于现在已经是进入了秋季，所以会受到东北季候风的影响，那跟圆规的相互作用之下呢，就导致这个风力啊是比前几天的另外一个台风狮子山呢是会更加的大的。而同时呢也是受到了风暴潮的影响呢，所以在今天早上呢，维港海面的一个海面高度呢是要比涨潮的时候呢要高出大约1米的。但是呢，香港天文台呢也是预计呢，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呢也是会逐步的下降的。那么在一个市面的情况方面呢，首先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有关通关的消息，就是在据我们了解呢，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呢是已经停止了服务了，相信呢有部分要通过回港亦或者是来港亦计划来港的人士呢是会受到影响的。而在本地方面呢，港铁也已经按照时间表开出了头班车，之后也会维持有限度服务。以上就是现场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全全。好的，谢谢齐曼。我们再来看到台风圆规在香港南方掠过，香港天文台表示8号的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之前维持，根据港交所的安排，港股上午交易时段预计将会暂停。
按照港交所发出的指引，如果八号或以上台风信号在早上11:30解除，下午交易时段会在1:30开始。信号在上午11:30到中午12:00解除的话，交易时段会在下午2:00开始。如果信号在中午12:00之后才解除，港股就会全天停止交易。银行方面，根据银行工会安排，如果信号在中午12:00前取消，银行会在2小时之后恢复营业。但如果信号在中午12:00之后解除的话，银行会全天休息。山西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至今已经造成15人死亡，另外有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亿元。目前的部分受灾地区已经开始清理积水和淤泥，煤矿也基本恢复生产。不过13号晚到17号，当地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并伴有弱的降水过程。为了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山西运城新绛县有序开展城区街道的积水淤泥和杂物的清理工作，对重点区域进行消杀作业，防止灾后发生疫情，出动人员300人次清理面积约20000余平米。目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生活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应急管理部也已经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做好了准备，通知周边省份的储备库随时准备支援。山西还有个10几万件的物资在那等就储备着，周边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等州、河南都有物资在储备着，一旦有需要，我们随时可以调拨到我们山西来。山西此次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汛，省内37条河流发生洪水，暴雨造成11个市、76个县、市、区超过175万人受灾，12万人要紧急转移安置。另外，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57万亩，加上大量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50.29亿元。山西省政府12号在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首批救灾资金5000万元，再加上全省各级慈善会，共接收捐赠款物共计2.9亿元，救灾资金已经超过3亿元。另外，自2号强降雨以来，山西部分煤矿临时紧急停产，目前大部分已恢复。截止到目前为止，除了4个矿之外，其他都已经恢复生产。因为这次强降雨造成了强降雨地区的部分煤矿采取了紧急停产的措施，但是呢，时间都比较短，不会对我们山西省煤炭保供造成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山西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清理积水和淤泥，而且煤矿也基本恢复生产了。那更多关于山西方面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山西运城新绛县的本台特派记者张希来了解一下。张希你好。全全你好。张希，现在你所在的新绛县的灾情如何？好的，全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运城市的新绛县呢，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年9月以来，新绛县它遭遇的这个降水量呢是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3倍，那么可以见它这次的这个降水量之大。另外呢，在10月7号的时候，汾河在新绛县境内的这个流段的这个流量呢是一度最高峰值是达到了1125立方米每秒，而这个流量实际上在日常呢是只有40立方米每秒，也就是说达到了30倍，这个数值也是近40年来的一个最大值。因此呢，是在10月7号的下午的5点钟左右，是造成了在新绛县境内的这个汾河堤坝北段一度出现了决口，而且这个决口的长度是达到了20米。当地也是这个地方上也是立即组织了力量来进行这个处置工作。那么在10月8号的下午呢，是成功将这个决口合拢。不过呢，根据我们跟这个本地官方了解得到的消息呢，目前这次的灾情呢依然是有初步统计的数据是显示有超过37000名的群众是受灾。另外呢，整个这个受灾的农田的面积呢也是有达到4.98万亩。而现在呢，本地目前仍然进行的这个救援救灾的工作呢，一方面是集中在排水排涝。我们了解到呢，现在本地一共是有100余台的水泵在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这个排水的工作，每天的这个排水量呢是可以达到50万方的。
另外就是对这个堤坝呀，要进行这个巡坝还有加固的工作。本地也是出动了有7000多名的党员干部，还有150多名的这个武警力量进行增援，每天对于各处的堤坝都进行24小时的这个巡查，防止一旦出现出现这个险情，就可以立即进行处置工作。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救灾情况。全全，山西正在全力进行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好，谢谢张希来自山西方面的报道。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请驻台北记者卢冠飞来告诉大家。冠飞早。全全早安。台湾的报纸消息首先关注，今年第18号的台风云龟虽然没有直扑台湾，但外围环流在东台湾山区带来豪大雨，多处出现落石、土石流等情况，还有山区的连外道路遭到掩埋。台东更传出淹水灾情，农民的果园经历台风落果满地，稻米倒伏，损失惨重。部分县市停班停课，但也有部分县市的首长遭到批评，明明强风雨大，却没有停止上班上课，引发民怨。台湾的报纸消息继续看到，台湾激进党立委陈柏惟被视为亲绿立委，因为言行争议大，遭到民间团体发起罢免活动，10月23号要举行投票。陈柏惟从今天起展开百日苦行活动，每天10个小时，共100个小时，要走遍选区，盼选民给他一次机会。但这场罢免案已经升级为蓝绿对决，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领军呼吁支持者罢免，蔡英文也定调要求民进党全体反罢免。台北的采访重点带您看到，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12号赴立法院备询，却在国民党立委质询时出现涉嫌侮辱的不雅言辞。国民党上午召开记者会，痛批苏贞昌失言失格，要求立刻公开道歉。详细情况台北站也会带您来了解。最后，位在台北复兴宫的军事学府传出首例的毒品入侵校园事件，爆出有学生在校园内吸食大麻，遭到教官发现之后移送法办。对此，军事单位是相当重视，校方也强调毒品零容忍，若证实涉毒，将依校规开罚送办。详细情况，台北站也会带您来了解。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早班车的重点，把时间交还给全全。好的，谢谢冠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华尔街股市持续走弱，是连续第3天下跌。市场在新一轮的财报季是审慎入市，同时观望美联储会议记录，寻找缩表的时机。道指受健保和工业板块拖累，跌幅居前。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34378点，跌117点，跌幅0.3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4465点，跌20点，跌幅0.14%。标普500指数收报4350点，跌10点，跌幅0.24%。详情请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美股三大股指全天维持宽幅震荡反复的格局，美股在今天是纷纷下跌作收。投资人在本周关注的焦点是新一轮的企业财报，尤其是银行板块在本周是率先登场。那么同时呢，投资人也是希望用以研判美国的通胀水平、供应链问题以及美联储最新的政策动向。那么在道指方面呢，今天道指绝大多数的成分股都是全天维持跌势，并且是震荡格局。其中呢，尤其是科技类的个股、电讯股在今天呢是领跌道指，而生物医药类的个股像安进生物科技在今天是全天领跌，收盘仍是下挫近2%。那么道指盘中呢，今天科技类的个股像英特尔也是全天维持比较明显的跌幅。那么其他的行业个股方面呢，今天金融股是普遍的小幅收涨。那么同时在今天大型跨国零售企业是表现不错，像家得宝以及耐克都是录得了比较明显的涨幅。而在标普500指数方面，可以看出今天电讯板块是全天维持稳定领跌大盘的趋势，而房地产板块在今天受到追捧，全天的涨幅都在1.5%左右。那么今天标普500指数盘中呢，包括工业板块、原材料板块呢都是表现欠佳。那么科技板块也是从早盘开始呢就是维持一定的跌势，在午盘呢是一度转涨。那么今天呢，传统的消费品行业板块以及公用事业板块呢则是表现不错，维持了比较明显的涨势，但是涨幅也并不明显。另外呢，今天原油期货价格是基本收平，黄金期货价格在今天小幅收涨，美元指数也是维持小幅上行。以上就是星期二美国股市情况。凤凰卫视陈清伟纽约报道。
缅甸中央银行宣布允许境外持有外币结算牌照、兑换牌照的银行和非银行的货币兑换机构来兑换人民币和日元。我们来看到这个网页上最新消息啊，缅甸中央银行呢，其实是在2019年的11月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要增加人民币和日元为官方的结算货币，来促进国际支付和结算以及边境贸易发展。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有专线大观，稍后见。欢迎回来。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2号和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在莫斯科举行会谈。里亚布科夫表示，会谈坦诚有益，但是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非常详细地在莫斯科讨论了整个的双边的体系，在对话国际的话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双边战略稳定议题以及此领域继续工作的这种前景性。里亚布科夫强调，美国外交官就这些问题也表述了多方面的考虑，俄方对此做出了回应。里亚布科夫指出，莫斯科也回顾了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是不可接受的，以及俄罗斯在核不扩散制度的背景下表达了对新的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所组成的三边防务联盟进行了担忧。里亚布科夫与纽兰在莫斯科之间的对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美国外交官访问莫斯科也将于10月13号结束。纽兰在莫斯科期间除了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进行会面之外，纽兰还将与俄罗斯总统国际事务助理尤里·乌萨科夫以及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举行会谈。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报道。获取精华，凤凰秀视频。下面进入我们特别制作的短视频环节。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再会。